其实我们看的是4楼的一层啊，它是一个一室的开间，然后你们看满意的话，咱们就可以把价钱定下来了，好吧？请进。你们来了，特意把被子叠起来，是不是非常的重视？我非常喜欢我家里所有的家具都是一个牌子的，这样我看着很舒服。但这床就没办法了，这些家具都是老的，家具是老的，哎，这家具还蛮新，装修比较老就是。这个小门让我想起了《花样年华》那种东西。你们来之前，我正在看一部动漫，给你们看看这个动漫《瑞克和莫蒂》。对，我最喜欢看这种脑洞非常大，里面有很多黑色幽默。看电影这个事儿吧，我非常重视这个事儿，就是我觉得它是一件非常严肃庄重的事情。我觉得躺着看，我可能看一半睡着了，所以我坐着看，我会非常认真的、完整的看完一部电影。好热呀，这毛巾本来也就是我放这擦汗用的。我擦一擦我的眼镜。哎，对了，你们可以拍我的杯子，这是回水杯。好，这上面印的都是黄子华先生专场的名字，都非常的厉害，我基本上都看过，非常好。我是当初还没入行的时候吧，刷到了黄子华的视频，当时是这里面的一段，娱乐圈序列12里面的一段，非常的厉害。具体措辞可能不一样，但大概意思是。说什么？那段时间拍电影没人找我，拍什么拍电视没人找我，拍什么都没人找我。当你觉得自己干什么都没人找的时候，你就会有一个错觉，以为自己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，在生前是得不到别人认可的。但是我比伟大的艺术家还要伟大，因为我知道我死后也得不到别人认可。就是我当时看这段，我觉得太牛，然后就回去翻他这个专场，看他所有专场，就很厉害。黄子华先生是我一个。吸引我进入这行的人吧，非常的厉害。我18年想去看他专场的，但是那时候没钱，那时候还在上学。我因为我是成人高考嘛，18年我是大概是42岁，然后上了一个成人高考，对，学的主要是挖掘机的修理，挖掘机的修理，然后辅修了一个美容美发，然后之后的工作就是，之后的工作就是从事给挖掘机的师傅剃头发。我在干啥？我说了一段啥玩意儿？我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这都是我平常的创作思路，就是跟现实生活呢没有任何的关系，就是脑子飞到哪是哪啊。我很久之前听郭德纲的一个相声，笑死我了，好好笑。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原创啊，但当时说的是，我不是说相声的，其实啊，我是一个军事家。他下面就开始笑了，就知道他开始瞎编了。他有很多作品，什么我是军事家，我是文学家，怎么怎么样的，我很喜欢他那种架空的东西。你明显听着人胡说八道，但你愿意听下去。但是他跟我不一样，我不能把他放在我前面，我跟他不一样，就是他的东西吧，是你一上来就知道是假的。他第一句话，我是个军事家，你就知道是假的嘛。我的东西是，你前半段你会相信。我说我爸是个钢铁工人，你觉得很正常。我一个唐山人，一个唐山的中年男人是个钢铁工人，不是件很正常的事情吗？有很多人结束之后还来问我哪个事儿真，哪个事儿假的。其实没什么真事儿，我生活中没什么真事儿。因为我说一下我的观点啊，我一直不认同一个点是，生活更幽默。虽然这是我的口号啊，你说如果说还是生活更幽默的话，我们这帮人干啥呢？啊，你说我们取材于生活，然后我们加工完了之后，我们讲成一个喜剧，编成一个段子，最后发现还是生活更幽默。你不是削减了生活中的幽默吗？我觉得我们这帮人是创造幽默的，我们是在生活的基础上去创造幽默的，我们当然比生活幽默了。如果生活本身幽默，我在干什么呀？我第一轮的时候，我就是在模仿，我就是在模仿安东尼。我第一轮之后，有很多人说我甜嘴唇油腻，有很多人说这个啊，但是我想澄清一下，我不油腻，我是在学他，他这是他的动作，我是在学他。可能是因为我们他长得帅，所以还好，我可能不好看就会显得油腻一点。然后到第二轮我就没那个臭毛病了，因为我第一轮是因为我是3月份刚尝试嘛，第一轮是完全在学他，然后到第二轮的时候，其实没有那么学他了。我第二轮下来，王冕跟我说。你第一轮很像安瑟琳，你现在已经不像了，已经开始慢慢有自己了，我就很开心，就不像他了嘛。我希望其他演员也是，你们想模仿一个其他成熟演员的话，早期可以模仿，但到后来还是要有自己的。我直接坐着吧，我坐着吧，我放松一点，刷刷手机啥的。我经常会记一些乱七八糟的想法，脑子里想什么这不一定能用，脑子想什么，哎呀，我这张脸吸引了不少人，他们都是整容大夫。
就是我在家里人面前，我其实是非常内向跟腼腆的。我家里人从来不觉得我幽默，因为我不怎么说话。跟我关系比较好的同学之间，可能话多一点，会讲一些笑话什么的。当时也只觉得好玩，也没想过自己能靠说话挣钱，因为当时我的意识里，说话挣钱就是诈骗跟要饭，这两个职业对我来说是蛮大的挑战。因为我爸妈他不太希望我从事那种不劳而获的职业，希望我卖艺。什么？我小时候，中央三有一个节目，我不知道叫啥了，大概是不是叫《快乐驿站》还是叫什么东西？我是觉得姜昆和马季姜昆，包括侯宝林先生，就马季姜昆主要那个时代吧，他们可能的东西会更贴近时代一点，会具有一些讽刺性的意义。我觉得从意义上来说，可能更接近脱口秀一点，就是表达观点嘛。脱口秀是表达观点居多嘛，然后相声是虚构一个故事居多嘛。这么看来，我应该是相声。队友，我应该是相声啊，队友，这是我的理解啊。希望相声界同行不要骂我，但是我知道你们也不会看这个破节目。Hello，大家好，这是一袋垃圾，跟我一样啊。这是一袋羊粪，谢谢。那走吗？好。